嗨，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！今天呢，老师要教你们千岛娃娃课，请你们拿出来课本，然后我们就打开第14页。第14页，今天我们要学一下新的歌曲哦。首先，我们先读一遍：样样都吃。身体壮，好娃娃不挑食，不挑食，样样都吃身体壮，身呀身体壮，壮壮壮壮壮呀壮，身呀身体壮。身体壮，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唱哦。好娃娃不挑食，不挑食，样样都吃身体壮，身呀身体壮，壮壮壮壮壮呀壮，身呀身体壮，身体壮。好，我们再唱一遍哦。好娃娃不挑食，不挑食，样样都吃身体壮，身呀身体壮，壮壮壮壮壮呀壮，身呀身体壮，身体壮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你们在家可以唱给爸爸妈妈听哦。好，今天的课先讲到这里啦，在家不要忘记学习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